本啊，我出发了，你呢？啊，好巧，我也刚上车，6980，师傅开快点。好吧。啊去！我操，我隐形。算了吧，家里还有一副框架，凑合用吧。啊，这样我还怎么约会啊？哦。你没事吧？大哥，别管我啦，太丢人了。没。东宝，这里。啊，甄帆。他今天怎么这么热情？好，那我也奉陪到底。东宝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路上实在太堵了。原来你也近视啊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点。是啊，我讨厌你又多了一点点。我和他可真是老奶奶青花椒，闭完了。你怎么一直捂着鼻子说话呀？哦，天气太干，我有点流鼻血，没关系的。那怎么行？我帮你看看。还真不用。没流鼻血。哇，是鼻涕水，那你还是先回家吧。看不清就不要乱跑了，当心迷路。他好温柔啊。要迷路也只能在哥的心里迷路。哇，金城武。哎呦我操，哪里啊？